哒哒哒哒哒哒哟！大家好，我哋最肥组合，佢系阿嘴，佢系阿龙。几多？三二一走。我系嘴嘴，我系阿龙。系啦、真系好耐冇见啦，各位。喜迎阿龙出院。系啦，喺度同大家讲下先啦。我冇辞职，亦都冇香到。哇，因为身体唔系咁好，就去咗医院做手术，系顺便休养下啫。我微博唔知点解有人私信问我，哇，点解好耐唔见你啊，猫猫。猫猫阿猫微博是框龙猫，我是麦基肥龙 ，OK， 唔好搞错 ，OK。咁我就翻咗去转东北休养啦，顺便就带咗好多东北特产翻嚟。即系东北特产系咪即系嗰啲人参啊、雕啊、鹿茸啊、大金链嗰啲啊？咁啊唔会啊！你会唔会带咗个框翻嚟俾我啊？由于我收工啦，我有矿我仲喺度做咩啫？真系，系泡菜、哈尔滨红肠，仲有个大波士。我自己就好中意食嘅，唔系咁中意食，但我觉得可能你哋广东人会接受到咧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就作为广东嘅代表，我哋嚟试一试东北特产。噔！呢、這个就是你在东北带回来的特产，没错啦，这个就是我亲身孭回来的人肉带回的泡菜、辣白菜和埋嗰个桔梗，桔梗。咁依家我哋台面上就有两碗粥啦，即系泡菜配粥。特登嘅，我特登要求系配粥嘅。呢个系你屋企自己整嘅定系出边买？自己整噶，即系你屋企自己整噶，系啊，年年整噶。哇！酸菜、泡菜，之后包括菜都系自己种。咁不如我嚟试下啦。试下。我先试咗辣白菜嗰先。呢、這个真恰饭时间，开胃，可以话同我喺烤肉店食嗰啲就冇区别。好肚饿，我觉得佢呢个真系好好，送粥送饭嗰啲好开胃。系咧，我想试下嗰个桔梗。你试下先。桔梗嗰种系咪会有啲咩唔同？就系冇叶，就系得框嗰种系嘛？唔系，佢系好知名日本动画嗰个《犬夜叉》入面个女主角，就香咗之后俾我哋。即系你每食一啖桔梗，就会有一个《犬夜叉》个女主角失去一条生命。系冇错，口感会特别好。佢口感其实会有少少似萝卜，但系咧系冇咁多渣，口感会比萝卜再软一啲。哦，系啦。不是广东里面常见我食过的任何一款的榨菜，你觉得接不接受到？我觉得这个口感很得意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啊，系咯，好吃就够啦，系嘛？好，下一个。好啦，依家呢个试嘅系哈尔滨红肠。哈尔滨红肠即系咩啊？其实就系香肠，哈尔滨嗰边啲人将佢卖得最好，哦，远销国外。呢个应该就唔系你屋企自己整噶啦吧？肯定唔系啦，家下个小卖部随时随便买噶。即系呢个喺东北，喺东北系好常见，四围可见，士多都有，系真系士多都有。哇！即系小卖部，你话想要哈尔滨红肠，佢都有嗰种俾你。即系你哋东北嘅士多咧，系唔卖零食，卖红肠。有啲士多更加过分，会卖埋自己屋企整嗰啲泡菜。其实佢呢个包装系香噶，直接闻到香味啊！系啊，咁系咪即系话佢泄漏啊？咁啊唔系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就试下呢、這个。你试下。我哋依家试下呢、這个。攞出嚟。你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形状，你不如你呢、這个形状，不如将佢喺呢个角度睇，似时似刻。系呢个形状。你俾我，你冇讲咁多，我明白你想讲乜嘢。系啊，系啊，四条玩埋一齐睇起身就会正常好多。好，我哋依家开始食肠。咁咪试下喎，试下，好乾身，劲乾啊！佢唔系嗰种你一食落去之后咧，你会觉得成嘴都系油啊，好滞嗰种啊，即系佢唔似广式嘅嗰种腌制咁咸啦。但系你好适合送个粥啊，饮罐可乐啊，唔会有想象中嘅太过于惊艳嘅感觉，好朴实，都系好普通，系一个系嗱，我哋东北人就系好似哈尔滨红肠咁样朴实啦，下到啦嘛。咁我哋就试下下一个句文，下一个系阿龙嘅必杀技。OK， 我哋依家试嘅呢个叫乜嘢？糯米肠其实叫糯米肠，系佢呢个肠入边咧，其实都系同普通香肠差唔多嘅肠衣，入边放系糯米同埋猪血，仲有啊猪血，仲有会放猪油。呢个其实喺你哋东北特产嘅地位去到咩程度？系家喻户晓，人人都有啊？定系佢只系一个逢年过节先会出现嘅？可能地位低到逢年过节都唔会有，逢年过节都唔会有。即系咪东北嘅五仁月饼嘅地位？啊，可以咁讲系啦，冇错啦，有人中意食，有人唔中意食。即系你觉得呢个唔好食？我接受唔到，会肥腻。啊，全屋人都唔中意食，定系你自己唔中意食？我觉得从我到逢年过节平常食饭都冇见到佢身影可以推失到咧。你屋企人中意？我屋企啲人好似好应该好难接受得到佢。咁佢唔使差评啦。咁啊唔好，试下啦。OK， 试一试先。哇！哇，好重嘅油味啊！哇！哇！呢
期可唔可以唔錄啊？哇！嗰種係一種冷卻咗嘅嗰啲飯菜嘅嗰種油味。咁我哋今日你攞去加熱一下。阿龍話加熱會好食啲。哇！到。因為受熱咧，佢依家仲有一種 bling bling 嘅光澤感。我而家好後悔，點解會買呢個翻嚟？嚟啊，切啦！嚟啦，你睇下。食落去有冇？咪就係糯米飯。有啲酸，佢有醋，佢落咗醋，嗰個味真係越食越奇怪啊！但係我又可以接受喎、啊。我唔得啊！喂，呢、這個唔都係我之前食錯嗰種，所以話冇咁好食，呢、這個係 OK 嘅喎、啊。因为我本身你知啦，东北人好中意食血肠，佢呢种对于我嚟讲好接受，你不如你使唔使去？又未难食到喊呢种地步啊？唔系啊，入口嗰阵时咧，佢就系普通嘅饭团嘅嗰种感觉，跟住后屘你嚼下咧，你会食出一种酸，但食下食下之后咧，佢嗰种酸咧就会开始同啲糯米啊、猪红啊，同埋你嘅口水开始发酵。開始發酵，跟住佢就會形成一種縮咗嘅感覺。其實我係 OK 接受到嘅，糯米、一嚼下就可以嚼到豬紅嗰陣味，加埋上個腸衣，可以嚼口感，好食㗎！喂，陣味 OK 可以接受喎，唔係話唔得喎。咁你又話你以前唔中意食？可能我人到中年老咗，開始對啲油膩嘢可以接受啦。可能真係個人有個人口味。呢樣嘢真係唔係好啱你哋食，或者你食。我哋冇收到錢嘅喎，你不如就都係咩啦，係嘛？得唔得？唔得就。咁如果话喺呢个肠、泰宾红肠同埋嗰两种泡菜咧，做个排名，个人最推荐中边种？吉锦，系、啊，吉锦系好食嘅，系我做完呢一期之后，我会去想买翻嚟食嘅一种泡菜。跟住吉锦之后，可能就系泰宾红肠。哦這個糯米腸這個是我個人口味，我個人口味就覺得有少少奇怪。以上就是我們今次的東北特產的測評，礙於我的經濟實力，更多經濟實力更加多比較好玩和好吃的東西是沒有帶回來的，如果下次有機會過去我那邊招呼你們，是吧？那我可以吃到什麼先？東北的雪東北的欄杆東北的欄杆請你去搓澤哦，所以呢个我听住啦，呢个可以，呢个可以。好，如果大家有咩想食、想试、想玩嘅，可以话俾我哋知，我哋尽量试俾大家睇。OK， 最肥咗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为了生活的逼迫，任何泪水往肚吞落。难道这是命注定一生在那风尘过？